个钱你拿去。妈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你拿回去吧。不用紧，不用紧。这是爸爸第一次跟阿妈拿钱。新年快到了，家里却特别的安静。谢谢你，再见。这是最后一件的。新年快到了，可是今年却和以前不一样。我今天卖了很多纸皮，拿去。我可以的，我搞得定的。拿去，拿去，坐姐，妈，你那么辛苦。不会，拿去，拿去。没有欢笑，也没有热闹。开心吗？看来以后每年的新年会很热闹。